收到就是一个牛仔西部的一个曲风，然后服装啊跟那个歌词里面都有包含着一些牛仔的元素，然后我觉得这个表演就是一个很从前面到最后有一个铺陈吗，就是我觉得你们会很喜欢，因为它是有 dance break， 然后又加上有 deep my vocal 摔，然后又有高 Ashley 的高音，我觉得整个呈现就是很炸的。新的东西要学哦，
有一个就是有一段是就是大家有没有一起跳，然后结果我要自己出去外面做一个就是大的大啊，然后再这样我就倒下去，然后屁股，然后想说哇，然后就想说大家在旁边跳，就我一个人要出来跳这一段，然后想说压力超大，这又练了一下。哦，我觉得老师真是给我的高音一次比一次难，从一开始就是那个音越来越高，然后这一次是要我直接高音完之后然后再回去跳。斩断心中的魔咒，然后最后还有一个五段高音，从低到高这样。去唱两次高音，我觉得谢谢老师。我觉得这次的造型很好啊，就完全就是牛仔风。然后第一次戴了那种牛仔帽跳舞，我觉得好好玩哦。而且一开始就飘飘这样丢，很好，终于有道具了。对，我觉得话是我们的背景还有地板，就是完全非常的西部牛仔感觉。就是我其实不知道我们的地板有那个 showdown 那个倒影，就是后来看到纯享版影片的时候就哇太好看了吧，就是加分超多，就我们老师真的好厉害，很用心，很会设计，想到这个全部吧，没有啦，真的是全部啦。但是我最喜欢的点就是他一开始这样啦啦啦啦啦走出来，然后他就是这样这很难耶，这个很难耶，我就是我觉得没有那么漂亮，就是这边的人漂亮，你是短板的，你会吗？你会吗？老师我觉得超强的，而且那时候的表情啊什么的都超赞，我超喜欢。换我称赞了，好，谢谢。我最喜欢麻油的全部。你学我？对，没有，我更喜欢，因为我们是有那个小大招，那个怕小大招，你都知道麻油练习有多猛，那感觉就是都已经是大招，不是小大招。哎，我的膝盖也是牺牲了很多。对，大家多看看。对，多看几次。对的，我到目前为止就是最喜欢我们选到这个舞台。那时候在选人的时候，刚听到 demo 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我一定要上这个舞台。不只是因为我觉得 New Look Royal 带的时候没有上很可惜，也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取向主题，就是我超喜欢。然后那时候我就。就是选人公布结果的时候，知道自己被选上，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。因为 New Look 的时候，大家都有染头发或是剪头发，那时候就是我就没有去做这些事情，我就问老师说：“那我可以染头发吗？”因为我其实是没有染过头发，就是从出生到现在，然后就献给了我最喜欢的舞台，这样子，然后就很开心，因为。就是当初我就是我本来想要染的颜色也不是这样，但是后来跟老师讨论，然后后来收到很多人都说觉得我很适合这个头发，还有那时候试妆的时候看到衣服，我也觉得超级开心，就是非常非常的很，这整个舞台那个画面啊，还有到服装，还有到音乐舞蹈，全部都是我非常喜欢的，我很幸运可以上到这样一个我那么喜欢的舞台，在这舞台又被那么多人夸奖跟看见，觉得很幸运也很开心。